今年三月五号两会就要开了，新一届政府的头脑，也就是总理，大家都知道会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但很少人了解李强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军，你是江苏人啊，李强最近十年的一个高级职位里面啊，在江苏当过省委书记，你能介绍一下吗？其实这个李强啊，他在江苏省委书记当了一年，他大部分时间呢还是在浙江。对，那么他在浙江做到省长以后，那么后来到了江苏当了一年的省委书记，后来又到上海做市委书记。可以说李强从他副省级以后的快速提拔，完全是习近平一手拽上来的。对，习近平在当选这个总书记之后两个月，他就从了副省级升到了省级，就是省长啊，浙江省省长。然后呢很快的没有几年到了江苏做省委书记，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嗯，那么从江苏省委书记呢，后来又直接调到上海做省委市委书记。对，大家知道上海市委书记基本上就是常委的后辈了，就是、政治局级了。所以说应该说这个李强的后面这个从副省级到现在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阶段吧，完全是习近平快速拔的结果啊。所以呢，也是在你们江苏啊，发家升，开始跨进这个另外一个新高度的，对吧？对，那么。如果说要了解李强这个人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要从三个层面啊，就是才能够融合起来，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嗯，第一个呢，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浙江的官商，就是怎么讲，就有商业气息的官员，我们把称之为官商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浙商里面他是浙江官员里面比较少见的比较高度讲政治的官员。嗯，就其实这样的官员并不多。第三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秘书，从这三个层面融合起来来看这个李强呢，我个人觉得才能把他看得比较清楚。嗯，那得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那么什么叫做有经商意识的浙江官员，这个要特别谈一下。对，那么应该说浙江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么它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摇篮。而且呢，其实在浙江呢，很多的浙江官员啊，他这种经商意识都是比较强的，就是他商业意识比较强，做生意啊，小买卖啊，各方面啊。那么我到浙江去的时候去采访啊，那么其实我接触了一个浙江省的这种省委宣传部的或者市委宣传部的一些官员。对，他们在跟我吃饭的时候都聊了什么，哎，我在做某个产品，你在江苏能不能帮我做代理啊？他可是宣传部的官员啊，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官员。当时我就觉得哇，浙江的官员都是这样子的。那我想特别提一下啊，你还不是说一般的采访，你是接的当时中宣部的一个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专题片的采访。对，我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导演的身份去采访他们的，所以他在跟我两个就私下就开始谈生意了。所以我就说，哎呦，当然我后来也接触了一些浙江官员，就他们这种确实是就是很务实的商业意识很明显。嗯，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浙江官员的第一大特点。那么这一点在李强上也能体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浙江官员呢，他比较思维比较活跃，比较开放，然后呢也比较讲究很实在的东西。嗯，同时呢，说实在话，他们不太讲政治。嗯，就是很多时候你跟他接触的时候谈一些政治的话题，他们并没有兴趣。这个跟东北啊和内地的官员，包括山东的官员差别非常大。嗯，就浙江的官员他都很注重你给我来点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啊，所以呢，李强呢，他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他也相信他的那个理念当中是有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这一块是很重视的。对，我看过一个他的一个采访，其实对李强的采访非常非常少，嗯，他非常低调，对，他采访非常少，但是他我看那个采访里面他说，大家不要忘记我是从温州出来的，嗯，我是温州人，嗯，所以他说这个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两点，他强调两点，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改革，嗯，一个就是民企啊，这也跟他温这个浙江的背景和温州的这个背景啊，可能有很大的关系。对，因为中国的这种民营经济可以说它摇篮就是浙江，对对，尤其是温州哈，尤其是温州，包括义乌啊，对吧？那么浙江呢，还有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浙江这边的人呢，他这个官员啊，他整体的富民意识比较强，就他认为就是要藏富于民。嗯，那么我在这个浙江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浙江它那种整个这种税务系统，就它是可能跟每个其他没有省像它这样子的，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是公开的，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就中央要收多少税，
那么好，我比如说今年是100亿，那么他们就把这些企业排个过，对吧？你今年交个1000万，你交多少？你交多少？我们把这100亿凑齐了就行了，我绝对不多交一分钱。嗯，这样情况下就使得什么呢？就使得这个浙江的这个民营这个经济啊，包括这个民间资本非常雄厚。嗯，其实跟他这个纳税政策是有关的，所以他们这种富民的思想啊比较强。他没有什么超额完成那种。那不像山东人家开举文化的时候，就浙江是有一分钱交一分钱，山东是有一分钱交两分钱。哎，那没得交就造假。那就想办法凑钱交啊，就能够多交，因为多交之后中央高兴，你能到那当官的。对，难怪山东籍的这个官员我那时候特别多。碰到一个这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那时候采访那个江苏省国税局的局长啊，他就跟我说，他说那时候呢，这个李元朝在江苏做省委书记的时候，就带着他要去浙江考察学习。那么他说我不去，他说浙江国税有什么考察学习，他在跟我学，我收税啊，税务系统啊，税务服务比他好得多了。嗯，后来李元朝呢就跟他说了一句话，嗯，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说你能不能跟浙江学一学怎么少收一点，就留点钱在地方上，让我们地方上有钱。 OK， 所以这种想法其实在浙江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浙江的整个的这种意识啊，其实在李强身上他是很突出的表现出来。对，就是他是这个富民，对吧？民营经济来点实际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李强的第一个特点，你看到这一点之后你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人。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他这个人非常讲政治，就是在浙江官员当中啊，其实这种像他这么有很强的这种讲政治的意识，或者政治维护这种政治理念的这种意识很少。大部分官员不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啊，李强他在这个整个浙江的时候，因为他毕竟在浙江也做到了副省级啊，对，对吧？在接触习近平，他已经做，他一路能够上来，跟这个也是有原因的。没错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就是大家能知道啊，他是比较讲政治的。第三个呢，就是他是比较成功的一个秘书，对吧？在中国的官场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官场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官员的秘书文化。就中共的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其实他这种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很多官员在提拔之后，当了高官之后，都会把自己秘书带上来。当然秘书也有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那么李强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秘书。那么这些成功的秘书他都有什么特点呢？那么我们可以来分析，大家知道了。第一个呢，一般成功的秘书他都有是个比较好的笔杆子，而且呢会比较有想法。大家知道中共的这个官员啊，他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开会呀，文山会海，天天要开会。那他开那么多会，他怎么讲呢？他的讲话的那发言稿也好，包括他要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也好，其实绝大部分都来自于他的秘书。那时候我去南京那时候采访的时候，我有时候很感慨嘛，说哎呀，我说这个市委书记怎么这么多想法，点子很多，一会儿一个想法，一个想法讲得很好。因为他的秘书跟我们还不错嘛，他就跟我说。什么想法都是我的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他的想法不都是我的吗？对。那么第二个呢，他要做一个很成功的秘书呢，这个人情商一定要高。情商要高。对，我接触的中共官场里头非常成功的秘书，那些秘书揣摩领导的意图那太厉害了，就我看了他们，我真的是不知道应该佩服呢还是应该什么。就领导想要什么，有什么为难的，想做什么，或者有什么事情不好意思做，他全部把它搞得定定的。所以我知道习近平跟那个李强的私交好像是非常好的。对，对吧？就是听说说他能够让自己的家事甚至女儿一些事情都交给李强去办。一般情况下领导和他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那就是说他对他是绝对的信任了，否则的话他不会把自己家事给他。那么他其实李强和那个习近平在一起共事时间并不长。对，他做习近平秘书大概只有3年时间，就是从2004年到2007年，2007年之后习近平就去上海了嘛。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仅仅3年的时间，习近平就能做到把自己的家事都交给他，说明这个人情商极高，他能够把握领导的很多想法。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成功的秘书啊，他非常清楚一点，就是他跟领导之间是绝对忠诚的。就是很多秘书跟领导之间，我说句实在话，在中共的官场里面，他们甚至有可能有一些共同的灰色地带都会有。对，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像我们南京那时候我接触的啊，这个南京市的市长，后来这个纪委要查他，
今天要查他，明天那个市长的秘书就自杀了，死了。因为他一死之后，你查不下去，查不下去了。后来南京的市委书记被抓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的秘书先被抓了，抓了之后在监狱里头待了一两年，实在扛不住了，到最后把市委书记招出来，后来市委书记被抓了。所以领导跟秘书之间，他非常清楚，就是说对他来讲，他必须是没有对错的，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李强呢，他跟习近平他能达到这么高的默契度，他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了，就是他对习近平是绝对忠诚的。对，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即使认为这个事情是错的，我即使认为这个事情万万不能做，但是只要你定了他就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上海的时候，就一开始李强他不也是精准防疫吗？对，而且专家学者意见他也听嘛，对不对？但是习近平一旦给他下了命令之后，他这个秘书程序就开始启动了，所以他一下子就反应过，马立刻你看哗就调整，马上马上就开始多天封城四多天，很严厉的，对对吧？把上海封成那样，下面的人叫的再凶再那个他都不管，因为这时候他必须按照他这种定位啊，因为他跟习近平之间他已经很清楚了，他就是他的心腹啊。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已经超越了秘书和领导，或者说这个下级和上级的这种关系，他有一种默契，对吧？这个在中国官场上，很多秘书所谓秘书帮啊，都是跟他们的这个领导是有这样的默契的，对，而且他们是非常。讲义气，或者说黑社会讲是非常讲义气，要不然你在这个帮里面真的没法混。这个据我所知是这样的。是他作为秘书来讲，他知道自己的一切是靠他的，他不能倒。所以我刚才讲了一句话嘛，就是他们有的时候是有灰色地带的。对，就两个人有可能在一起共同干过一起坏事都是有可能的。三个点我觉得说的都相当准确。李强是这样的，李强是。温州瑞安人，然后他通过在这个宁波农机学院学习，毕业以后呢，分到这个政府单位，但是他从一个科员一直升到这个处级，只用了10年，非常厉害，我觉得这个不简单。他后来当了永康市委书记。后来去了浙江省当这个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长，然后又下去当了温州的书记，然后再回去又当了浙江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所以他的这个一直是在浙江慢慢慢慢爬起来的，第一次出省就是去你们江苏了。对，李强这个人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是宁波农业机械学院毕业以后呢，82年进入官场，对，他在92年10年间就当了，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浙江民政厅副厅长。熟悉中共官场人都知道，处级是一个坎，他10年就越过去了，然后再10年又升到省委秘书长，厅级这个坎呢也是10年他就跨过去了。这个时候习近平他当时还没到浙江呢，对，所以我觉得李强呢他一定有他过人之处，就是他没有，他作为一个没有这么大的政治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20年从一个科级升到省级，在中共体制内他绝对不是个运气的问题。所以说李强在浙江两个市当过第一把手，永康和温州。浙江经济的特点就是民营企业、私人企业搞得好。对，他本人呢非常低调，有浙江商人的风格。当然马云是例外了，因为马云比较高调。但是那个李强他出身浙江的原因呢，就是他比较强调私营企业，强调开放权。对，但是呢未来在国务院呢他会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看呢下一届中共这个我们看一下中共历来的总理哈，周恩来、华国锋、赵紫阳不说了，李鹏是国务院电力系统的，朱镕基是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出身的，到上海去镀金，温家宝是国务院行政系统出身的，然后李克强河南辽宁起家，他们基本上都是长江以北的，就我们叫北方人啊。李强呢好像是唯一一个长江以南的，就是在南方打出来的一个国务院总理，就南方人。赵紫阳他是长江以南出身的，他是在广东和四川做的比较好，在广东四川起家的。所以国务院是中共的大管家，他主要功能是控制。李强却是赵紫阳之后唯一一个南方起家的总理。南方各省的发展呢都得益于改革和开放，就是改革开放得益于这个
这个政策，但是习近平现在要的是收权，哈，收拢权力，收权。李强这样一个人物，他是否有这样的强势，其实是相当成问题的，和他整个风格是相悖的。很多分析都说李强啊，会是有史以来啊最弱势的一个总理啊，说是比周恩来什么还要弱，你怎么看？李强他不能和周恩来比，因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势力非常大，就算毛泽东势力最强的时候，周恩来实际上权力也是非常大，他不仅抓经济，他还掌握着中共的内部的情报系统，包括外交统战等等。后来中共的总理没有一个能和周恩来他的那个权力相比的，就但是李强他注定是中共总理里面权力最小的，势力最弱的一个，就是刚才李军先生说了，他一路是他拎起来的嘛，所以他既没有内部势力，也没有外部集团呼应。不过呢，这个正是习近平要的一个人选，所以习近平在第三任的那个制度的设计里面呢，显然他是要推动推翻中共原来的双头体制，就是变成个人独裁独自裁断的一个体制，其实就是个人独裁体制了。所以这次习近平搞的机构改革，国务院很多权力机构都被拿走了。现在有消息说，不但现在是公安部国安部从国务院系统拿走，再冠名设一个内委会这样的一个机构，还有人民银行系统加上那个银保监和那个证监会系统，他可能都会拿出去，然后成立一个专责金融资本的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所以中国国务院未来恐怕只是一个执行机构了，他再没有任何决策的权利。对，这种国务院呢，其实是更像一个机械维修那个修理机械的维修部门，它而不是一个设计机械的部门。所以是维修机械所，维修机械那个厂这样的一个。所以有朋友开玩笑说，李强他是学农业机械专业的，那现在终于算是对口了。